今天我家里面又养了两个小狗，前段时间死的那个八个小狗，它因为有病啊，都死了。今天又收养了两个，你现在看一下，就在这里，又重新养了两个。这一个小狗你看，也特别特别肥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，它也吃的特别好，这里还有一个呢，啊，它刚才在喝稀饭呢，哎，过来。你看他头上都喝的都是稀饭，你看。这个不想喝。这喝的都是稀饭，他吃的饱饱的。我上屋里面去逮一个那点大一点的小狗，我逮一个出来。这个是家里面那个前段时间一直拍视频的那个八个小狗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还属于一个比较小一点的，然后呀放到地下，你看，它的长得特别快，它长得特别大，现在都有1-2十斤了，你看。把它逮起来，特别特别的大了，现在看，现在都咬人了。好，走吧。你为什么要叫？你为什么要叫？你是害怕吗？还是没有吃饱？嗯，你也要叫？站好了，站好了。站好，停，站好。不站好了，我要训了哈。站好，停好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好，跑，多跑了，不能乱动了。